接下来呢，他来恭迎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红毯的队伍。就是这一出啊，安德是最新的台词，也就是有人安德啊，经过是有个人在放松龙边，咱的下场来率领啊，经过咱安德啊，再出来中场，咱在放松龙边，咱将这个另外的情况非常突出。拿掉吗？